我在这么多年，我就发现我们台湾的植物啊，其实是长期被大家忽略，就是我们可能用了很多国外的植物，可是我们都忘了台湾有很多好的植物这样。所以近几年我才开始去研究用台湾的植物，然后再搭配一些国外的精油，然后把它融合变成可能一些商品，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居家可以自己做的商品这样。对，这、就是我走过来这样子十几年，我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。我觉得今天上这个课，我觉得学习到很多，然后也学到了很多植物跟运用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收获还蛮多，然后很期待明天的课程。好，谢谢。